对，如果同学们有就是课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如果说老师来不及回答你们在你们留言板上面的话，就是你们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然后或者是跟 Stephanie 或是 Amanda 稍微提一下，那老师会尽量的回答你们的问题。如果同学们有任何问题。那或者是想要特别加强哪一些部位部分，或者是特别有哪一些地方，你觉得可以多一点，知道怎么做才更正确的话，也可以就是跟我们。好，那今天十点开始吗？那我们今天课就开始了，麻烦丽老师。好，谢谢。那谢谢同学们，今天一样，每个周五早上的10点钟，王一老师就是上这个 Low Impact Head 的课程。那我们现在，我们话都不多说，我们一样开始，先把双手展开，然后带到胸前那一样，稍微旋转一下我们的 wrist。好，接下来换边，怎么样？稍微用一下你的右。好，那接下来我们双手打开之后，放到 overhead 一样伸展向侧边。好，换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双手打开，我们先做 arm circle。今天我们要把双手先往后旋转。那旋转的幅度的话，依照同学们自己的能力来做调整哦。你可以转小圈，转 medium size，或是你要转大圈都可以。那我们先往后旋转。好，接下来我们往前。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双手打开，呈现90度。那我们接着，我们要先从关打开，你 squeeze 一下你的 shoulder blade，我们往上推。那一样，我们先关打开，squeeze 你的 shoulder blade，往上推，回来，打开，squeeze，再一下，打开，squeeze。对，回来，没关系。接下来我们打开呈现90度，我们手往前，之后往前推，再回来，二一样，往前推，再回来，往前，往前推，回来，往前，往前推，回来，再最后一下，往前，往前推。回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做下半身。我们先从抬腿开始，就从右抬腿开始。那一样，如果同学们核心他们还没有稳，同学们可以借由墙壁或者是椅子做辅助。我们先抬右，好，接下来左边。好，接下来我们往前往后，先从右边开始。好，接下来我们换左边。接下来我们双腿打开，然后我们要开始弄我们的，先呈现大字型，我们先用我们的右手碰我们的左脚，再回来，左手碰我们的右脚。现在你应该会感觉到你 hamstring 有stretch 的感觉，再回来，右手碰左脚，回来，左手碰右脚。那一样，右手碰左脚。如果觉得空虚很紧的同学呢，都可以 slightly bend your knee，然后再回到中心，然后一样，左手碰右脚，很好。回来呈现大字形。那一样，我们还是一样，呈现 Y stand。那接下来我们慢慢的把双手碰在地上。那我们先做右边的 lateral 的 stretch。接下来回到中间，慢慢的移
较左边，他不要的话是要帅气的黑白，等到中心再慢慢的从正到右边。好，再起来，再慢慢的旋到左边。好，接下来我们慢慢起身，站起来之后呢，我们一样开始要活动下半身。那先想说，怎么会觉得音乐有点大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先做 lunge up and reach， 左边 lunge up and reach。把双手往上举，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很好，在最后两下，右边 ，up and reach， 回来，左边 ，up and reach，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做 lunge， 就是我们先要打开 ，open your chest， 回来，左边 ，lunge，open your chest。右边，左边，右边，好，左边，好，最后两下，右边 ，open your chest， 左边 ，open your chest， 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 squat with kick，squat kick，squat kick。Squat, kick, squat, kick, squat, kick. 一样蹲踢，蹲踢。很好，我们接下来做蹲 hip rotation 的动作。蹲 hip rotation， 蹲蹲左边，蹲右边 hip rotation， 蹲。左边 hip rotation， 最后两下蹲，右边蹲，左边。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加快我们的心跳了。那一样，接下来四组的 cardio 都会运用到我们等一下的四组间歇式运动当中。那我们先从 jumping jack 开始，先从开合跳。那如果膝盖有比较不舒服的同学呢，一样，你只要把右脚抱出去。双手往上带就可以了。先从我们开合跳开始，很好。好，那接下来就是开始我们的 touch down。那 touch down 一样，有蹲的动作，一样 chest up， 视线看前面，而不是看地上。那可以跳的同学们跟老师一起跳。那如果还是膝盖不舒服的同学呢，一样，你只要把右脚跨出去，做蹲手点地的动作，左脚跨出去，蹲手点地的动作就可以。很好，再最后两下，准备我们的第三个，第三个的话就是 Predator Jack， 把双手打开。做蹲的动作，那一样，如果不想要跳跃的同学呢，一样，手打开 ，open your chest， 然后你要只要把右脚跨出去，做蹲的动作，左脚跨出去，做蹲的动作就可以了。很好，最后两下，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最后。这个 skater， 同学们都有做过，右脚跨出去，左脚后点地，那一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记得，你的 hip 一定是 facing forward， 而不是 facing 侧边。那一样，尽量保持 chest up。视线看前面，而不是看地上。很好，最后两下，右边，左边。很好，那就完成我们今天的简单的 warm up。那同学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补充一下水分。
好，那老师开始讲解我们接下来的四组间歇式运动。那这四组的间歇式运动呢，那一样是前两组呢是着重在上半身，下两组的话是着重在下半身。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间歇式运动呢叫做 pull down and up， 就感觉其实你像你要在做 chin up 的感觉，感觉你要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先从双手举高开始，接下来我们往下拉，我们拉到最。那这个 pull down 的重点呢，那老师希望你们能够抬头挺胸，感觉你的胸往前的感觉，尤其是当你做 pull 的动作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胸是感觉趴到在前面，那你背后的 shoulder blades 是有挤的感觉，就 squeeze 你的 shoulder blades。 所以先从上面开始往下拉，拉到最，那你要觉得你后面的背后的 shoulder blades 有 squeeze 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第一组 pull down and up。 那一样我们做八个 rep， 那我们的 cardio 部分呢就是我们的 press jack。 那一样可以跳的同学跟老师一起跳，如果不想要跳的同学呢，你只要右脚左脚出去，手继续把你们的哑铃往上举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第一组 pull down and up。 那我们一样有四个 round， 所以我们 first on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一往上拉 ，squeeze 你的 shoulder blades， 回来 ，two， squeeze， three， pull down， four， pull down， squeeze， and up， five， pull down， squeeze， and up， 六， pull down， and up。七 pull down and up， 最后一下八 pull down squeeze and shoulder blades and up。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press jack， 十二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嗯、好，那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 round， 那一样休息十到十五秒的时间，准备我们的 second round。那如果同学们觉得这感觉好像很轻松的话，同学们可以加重哑铃的重量。如果你有在比较重的话，那同学们可以试试看，用力的 pull down， squeeze 你的 shoulder blades， 那一样感觉你 popping 的胸，把你的 chest 到前面。那我们的 second round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一 pull down squeeze and up， two down squeeze and up， three down squeeze and up， 四 down squeeze and up， 五 down squeeze and up， 六 down squeeze and up。七 pull down squeeze the shoulder blades and up， 最后一下八 down squeeze and up。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press jack， 十二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好，我们完成了我们的 second round， 一样休息十到十五秒的时间，准备我们的第三个 round。那记得老师有强调一个重点，我们在做任何运动的时候，记得要收小腹哦。那一样，让你的腹部核心的肌肉 engage。好，那我们的第三个 round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先 pull down， 一 squeeze， and up。Two, squeeze, and up. Three, pull down, squeeze, and up. Six, down, squeeze, and up. Five, squeeze,
and six, squeeze, and seven, down, squeeze, and seven, down, squeeze, and 最后一下，往下拉 ，squeeze 你的 shoulder blade， 回到上面。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个 round 的 press jack，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很好，我们完成我们的第三个 round， 一样休息10到15秒的时间，准备我们的第四个 round。那在休息时间，同学们可以多补充一些水分。那如果觉得很累跟不上的话，一样都可以随时做休息再回来跟上我们的运动。好，那接下来我们第四个 round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我们往下拉 ，squeeze 你的 shoulder blade， 回来 ，two， 一样往下拉 ，squeeze and three， 往下拉 ，squeeze 你的 shoulder blade， up， four。Down, squeeze, and up. Four. Down, squeeze, and up. Five. Down, squeeze, and up. Six. 一样，往下拉 ，squeeze. 回来。七。回来。最后一下，八，我们往下拉 ，squeeze 你的 shoulder blades. 回来。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round 的 press jack， 休息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很好，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间歇式运动。那老师开始要讲解我们的第二组，那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那多补充一下水分。那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的这些式运动呢，叫做 overhead forearm curl and press。那以前我们在做普通的bicep curl 的时候，我们都是 underhand 在做 bicep curl。那我们今天要反过来做 overhand， 所以基本上你拉哑铃的时候，你的手是会在你哑铃的上面。那一样，我们先从直直的放在下面，之后我们往上 curl out 之后。再往上 press， 再回来。那一样，尽量手如果可以的话，老师希望你的手尽量能够靠在身体的两侧哦，不要打这么开，尽量放在身体的两侧。那我们自然的垂下之后呢，我们往上 curl up， 再 press， overhand 的 forearm curl up and press， 这是我们第二组的这些式运动。那我们的 cardio 部分呢，就是 touch down 12下。那要可以跳的同学可以跟老师一起跳，不能跳的同学只要把右脚跟左脚跨出去，那一样手点地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组间歇式运动 round on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我们先 overhead forearm 的 curl， 之后 press。慢慢回来 ，two， press， 下来的时候慢，三 ，curl up， press， 下来的时候慢慢慢，四 ，curl up， press， 下来的时候慢慢慢，五 ，up， 慢慢下来，六。慢慢下来，七 ，up， 慢慢下来，八 ，press， 我们慢慢的下来，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touch down 12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那我们完成我们的第一个 round， 那一样休息10到15秒。
那老师在重复的提醒同学们一样收小腹。那当你往上 press 回来的时候，我们下来的时候越慢越好。那一样尽量保持你的上手背不要移动的太大，不要弄的 momentum 或是晃动的太大，慢慢的下来。好，那我们的 second round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从 curl press， 慢慢的回来。Two， press， 慢慢的回来。Three， 慢慢的下来。Four， press， 慢慢的下来。Five， press， 慢慢的下来。Six， press， 慢慢的下来，再两下。七， press， 慢慢的下来，最后一下。八， press， 慢慢的下来。很好，接下来我们 touch down 你十二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很好。那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第三个 round， 那一样休息十到十五秒的时间，准备我们的第四个 round。那一样同学们可以多补充一下水分，一样 engage 你的 core， 然后手放在侧边下来的时候，慢慢一样 slow and control。做我们今天的第四个 round，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一 ，press， 慢慢下来。二 ，press， 三 ，press， 四 ，press。五 ，press， 六 ，press， 慢慢下来。七 ，press， 慢慢下来。八 ，press， 很好，慢慢下来。接下来我们 touch down 十二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很好。那很抱歉，老师刚刚讲说，应该我们还 miss one round， 那所以要休息十到十五秒时间，准备我们今天第二组的最后一个 round。那我们准备我们的第四个 round，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correct press， 慢慢下来 ，two up， 慢慢下来 ，three up， 慢慢下来 ，four。慢慢下来 ，five up and press， 慢慢下来 ，six up and press， 慢慢下来，再两下，七 press， 慢慢下来，最后一下 ，yup curl up press， 慢慢下来 ，good，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 round， touch down 十二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很好，我们完成了我们今天的第二组这些动作，那同学们一样可以稍作休息。那老师开始讲解我们今天的剩下来的两组。那我们现在第三组跟第四组的话一样，老师重复讲过，就是着重在下半身。那我们今天的第三组叫做 sumo squat horses。
那老师要同学们把两个哑铃放在一起，一样，双手 hold 住你的哑铃。那 sumo squat 的话，跟普通的 regular squat 也不一样的话，就是 sumo squat 的你打开的角度范围是要比你的肩膀还宽，然后可以甚至再宽更多，因为主要呢，我们做 sumo 的时候会比较强调我们内侧的肌肉，内侧大于的肌肉。那一样，我们的臭呈现45度角出去。那记得，当我们在做 sumo squat 的时候呢，记得你的 knee 不要超过你的 toe。那可是你 knee 的方向跟你 toe 的方向又一样，平行的出去。所以这是我们一个蛮大的 sumo squat 的重点。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sumo squat pose 的话，我们老师要同学们把哑铃放在胸前，那双手握住你的哑铃。那我们先做 sumo squat pose， 一下再上来。sumo squat pose 的话，不用你直接就 pose， 基本上就是 halfway up 再上来。squat pose and up， 一。回来，二，回来，老师要你们有 bounce 的感觉哦，做我们 pose 的动作。那我们的 clear 的部分呢是 parallel jack， 那刚才我们在暖身当中也有做过 parallel jack， 你要双手打开。那我们有跳蹲的动作，那没有办法做跳跃的同学们一样，你只要把脚跨出去做蹲的动作，那一样手打开。那同学们有拿哑铃的时候会比较重，所以没有办法像刚才我们没有哑铃的时候可以把手打那么开。那一样，我们只要放在手放在身体两侧，只要做打开的动作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快乐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第三组的这些是运动 ，Run Wide Ready， 4 3 2 1，开始，前 small squat pause， 2 squat pause， 3 squat pause， 4 squat pause， 5 squat pause and up， 6 squat pause， 再来下 7 squat pause and up， 最后一下 squat pause and up。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十二下的 parallel jack， 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那好，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 round， 一样休息10到15秒的时间，准备我们的 second round。那因为第三组跟第四组基本上我们就着重下半身了，那老师可以建议，如果有比较重的哑铃的同学呢，可以把比较重的哑铃拿出来，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下半身可以承受比较多的重量。好，那我们的 round two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一 ，squat， pause， and up， 2 ，three， squat， pause， and up， 4 squat， pause， and up， 五 ，squat， pause， and up， 6 squat， pause， and up， 7 squat， pause。And up， 八 ，squat， pause， and up。那好，接下来就是我们 parallel jack 12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那好，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第二个 round。那一样就是10到15秒的时间，准备我们的第三个 round。那同学们可以一样多补充一些水分。那老师再重复提醒，做任何运动都一样要 engage 的 core。那我们第三个 round ready， 5 4 3
二一，开始。Small squat, pause, and up. Two, three, four. Squat, pause, up. Squeeze the glute. Five, squat, pause, and up. Six, squat, pause. 起来 squeeze.Seven, squat, pause, and up. 八, squat, pause, and up. 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Crater Jack 学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对哦，很好，完成我们的第三个 round， 一样休息十到十五秒的时间。那同学们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水分。那老师再重复提醒一下，当我们 squat 完站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 squeeze 我们的 glute 下去 ，pause 完上来 squeeze 我们的 glute。好，那我们的今天的第四个 round，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squat pause and up squeeze two squeeze three four five six 好，再两下 seven Squat, pause, squeeze. 最后一下 Squat, pause, and squeeze. 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四个 round 的 Predator Jack 休息。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好，完成了我们今天的第三组的间歇性运动。那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补充一下水分。那老师讲解我们今天的第四组，lower body 的间歇性运动。那一样，我们有比较重的哑铃的同学们，可以把比较重的哑铃拿出来哦。那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第四组呢，叫做 squat clean， 我们举起来之后放在你的。肩膀上面之后，我们做 reverse lunge， 放下来做 squat， 放在肩膀上 reverse lunge， 放下来 squat reverse squat， 撑起来放在我们的肩膀上面做 reverse lunge，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组间歇式运动。那我们的 cardio 部分呢，就是 skater 十二下，一样右脚跨出去，左脚后点地。左脚跨出去，右脚后点地，我们的 hip 都一样是 facing forward。那如果可以加一点 hop 的同学呢？轻跳的同学可以有轻跳的动作。那如果没有的话，一样只要把右脚跨出去，左点地就可以了。一样，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做这个动作。好，那我们今天第四组的间歇式运动，我们 round one，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我们先做 squat， 举起来放在肩膀上面做右边的 reverse lunge， 放下来之后二 squat reverse 左边，放下来三 squat 放在肩膀上右边 reverse， 放下来 squat 左边，很好，五。右边六，好，七蹲放在肩膀上面，右边蹲放在肩膀上，左边 reverse，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skater 十二下，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然后我们完成了我们第一个 round， 那一定要休息10到15秒的时间。啊，准备我们 second round。那老师再重复提醒一下，啊，我们做蹲的动作的话，其实你打开的幅度大概就是你跟你肩膀差不多宽就可以了。你做蹲，那一样很重要的哦。当你做蹲的时候，记得力不要太超过你的头，尽量感觉你像坐一个椅子一样来做深蹲的动作。那我们的 round two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蹲，放肩膀上面，右边 reverse， two 蹲，左边 three 蹲，右边 four 蹲，左边。Five, 蹲 clean, reverse. 再蹲，左边 reverse. 最后两下，蹲，放肩膀上面，右边 reverse. 蹲，放肩膀，左边 reverse. 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skater 蹲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好，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第二个 round， 一样休息10到15秒的时间，准备我们的第三个 round。那在做 skate 的时候，记得哦 ，hip 一样 facing forward， 那一样 chest up， 视线往前看，不是看地上。那我们第三个 round。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 squat， clean， 右边 reverse， 回来 squat， clean， 左边 reverse， three， squat， clean， 右边回来 squat， clean， 左边。五 squat， 六 squat， 放肩膀上面，左边 reverse， 很好，再最后两下，七 squat， 放肩膀，右边 reverse， 蹲 clean 掉肩膀，左边 reverse， 回来，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个 round 的 skater 十二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很好，我完成了我们的第三个 round。那接下来就是一样休息10到15秒的时间，准备我们今天最后一组、最后一个 round 的 hip 的 workout。大家同学们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水分，那也可以稍作休息，对。过来跟上我们的运动，那我们的第四个 round， ready， 五、四、三、二、一，开始蹲，可以到肩膀上面，右边 reverse， 回来 ，two， 蹲 ，clean， 左边 ，three， 蹲 ，clean， 右边，回来，四，蹲，左边。五蹲 ，clean 到肩膀上面，右边，回来，六蹲 ，clean， 左边，好，最后两下，蹲 ，clean， 右 reverse， 回来，最后一下，蹲 ，clean 到肩膀上面，左边的 reverse， good，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 round skate 的十二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 ，Good， 很好，我们完成我们今天的四组间歇式运动。
那同学们可以先把两放在旁边，可以先补充一下水分。那老师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cool down的部分哦。那同学们可以稍作休息，补充水分。啊，擦擦汗，跟老师一样，都是每次做完都是汗流浃背。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部分的 cool down。 那一样，我们把双手打开之后，带到胸前，做我们最后小小的伸展。那也是要调整我们的呼吸哦，让我们心跳慢慢的降低，不要再跳那么高。接下来换左边。很好，接下来我 arm overhead， 那我们可以稍微，当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在 overhead 的时候呢，可以稍微 lean to your left， 这样你应该会感觉到你右边的侧边可以有更多的伸展的感觉，稍微 lean to your left side。 好，接下来换边，那你右手可以抓着你的左边的 elbow， 一样，开始 lean to your right， 慢慢的移到右边，让你觉得你现在左边、侧边有做伸展的感觉。很好，那接下来呢，一样，你把你的右手抓住你的左边的 wrist， 把它带到右边的腰间。那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头拧到我们的右边。现在应该感觉到左边的肩膀跟你的脖子有做伸展的感觉。好，我们会慢慢回到中间。那一样，接下来换过来，变成你的左手抓着你右边的右手的 wrist， 带到左边的腰间。那接下来我们慢慢把我们头拧到左边。那接下来应该会感觉到右边的肩膀跟脖子有伸展的感觉。好，慢慢回到中间。那接下来我们 interlace 我们的 finger reverse 往前。那好，那接下来我们慢慢 hinge 我们的 hip， 先把我们双手带到地上。那一样，看去很紧的同学呢，可以 slide 在这里。好，那我们要慢慢的调整呼吸。接下来我们慢慢的要把双手往天花板上面带。那一样，我们慢慢的感觉像你伸懒腰一样带到天花板，一样做伸展。好，那接下来我们慢慢的要拧到右边。好，慢慢回来，带到中间。接下来我们要深呼吸，吐气，慢慢的拧到左边。好，我们慢慢回来到中间。那接下来我们要做 knee hug 的动作，那一样我们把我们的右脚抬起来，稍微环抱一下我们的膝盖。好，接下来换边。那一样，如果核心还没有很稳，同学可以借由墙壁跟椅子做辅助，稍微做一下辅助。那一样再换右边，接下来换左边。那接下来就是要做我们大腿 quad stretch。那一样，我们借由椅子或墙壁做辅助，我们把右脚往后抬。那这种应该感觉到你前面的大腿的部分有 stretch 感觉。很好，接下来换左边。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回来站到中间，一样呈现 Y step， 就是感觉像 sumo squat 一样，我们一定要我们的幅度超过我们的肩膀。接下来我们慢慢的往下蹲，我们 rock side to side。好，那接下来我们慢慢的 twist 到右边。那我们回到中间，接下来我们慢慢的一样 twist 到左边。
好，接下来慢慢回到中间，然后慢慢的站起来。那要维持 Y stand。那接下来我们要先把我们身体慢慢的移到右脚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 hinge 我们的 hip， 我们 hinge 我们的 hip， 把我们双手放我们的右脚。那一样 hinge 比较紧的同学呢，都可以稍微抓一根圈。那接下来我们慢慢的移到左边。接下来我们慢慢移到中间，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把双脚合拢，先把双脚合拢，我们要起身，那慢慢的把双脚合拢并到中间之后呢，我们开始慢慢起身了。那同学们可以慢慢起身哦，记得是你的脊椎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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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慢慢起来。好，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三次的深呼吸。那我们开始第一次深呼吸，双手往上带。气，再次深呼吸，从鼻子深呼吸，然后从嘴巴吐气。好，那我们知道，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最后一次就是大大的深呼吸，深呼吸到最顶之后停留几秒钟，接下来我们就大大的把气都吐出来，吐气。好，那谢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间歇式运动，那希望同学们都喜欢哦。那老师是一样，每次课上完的都是流了很多汗。那如果同学们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你可以随时跟 Stephanie、Amanda 或者是跟我做反应，然后想要加强什么地方，或者是说想要在课程有什么地方想要做更改的，都。随时欢迎同学们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那老师会在中间做一些调整。那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 Vicky 老师，谢谢，那很谢谢同学们，谢谢。Man, I sweat like a pig too。我是老师很会流汗，全身都湿哒哒的。我以前是不流汗的。